啦，最近自學緊吉他。咁啊，我懷疑我上一世可能係一個音樂人，因為雖然我唔叻，但我真係好中意音樂。就算我自己喺度亂彈啦，或者跟 YouTube 片學啊，我都好滿足啊！我可以成日喺屋企可能六七個鐘都係彈緊吉他咯。我覺得真係幾瘋狂下。咁你諗住進軍樂壇啊？咁又唔會，因為我真係覺得自己唔夠笨，所以我從來就算好多人都會問我，你有冇諗住做歌手？我從來冇呢個諗頭，但係我自己私底下會繼續去唱下歌啊，咁好開心啲粉絲中意點歌，跟住聽我唱咯。我就有做歌手嘅諗頭，但係冇人捧我。咁我就我嘗試練習過，咁但係就都係冇人賞識，咁啊算了。